今天是怎么表现那么好的？是不是犯啥错误了？你别捣乱啊！等一会儿削你啊！嗯？哎呀，我去！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好了。来吧，让邻居都听到你欺负小孩，看你丢人还是我丢人？哎呀，你快上一边去吧！我还有这一堆衣服没洗呢。我不是来帮你的吗？哎，停！打住！你不给我捣乱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连这点心意都没有，不管你了。我太难了。那个谁，你的快递来了。啊！那爸爸都不叫了，还那个谁？那是我爸，端着朵莉呀。这脸变得挺快呀、啊，看吧，都是洗衣液吧？这洗衣液玫瑰清香的，你妈老喜欢了。那我也去我奶家拿点洗，我奶可喜欢玫瑰花香了。你不是要帮我干活吗？来吧，表现表现啊！你干啥去？去我奶家待会儿去。你不是帮我干活吗？我怕我捣乱影响到你。你好好表现吧，拜拜了，兄弟。